在意。Thank you.
李老师，方华老师呢？阿轩，我们真的很感谢李老师。你好，老师，你可不可以来前面一下？还有黄老师、梅正老师，非常谢谢我们这两位老师哦。就是对我们这两年真的是让老师辛苦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哈、哦，是我们的家长精心安排，我们把歌词上改，把它改成不一样，是对李老师跟黄老师的表达了一些谢意。那我们小朋友他们听到这个idea 也非常的期待跟兴奋，好，然后我们家长还偷偷跟小朋友说，绝对不能告诉老师，要让他们有一个 surprise。我不晓得老师今天有没有感到很惊讶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也谢谢我们各位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谢谢四年级感动的表演哈、哦，因为他们接下来就是要升上五六年级，换陈玉秀老师接手，还